盘子碗给你刷干净了，然后那些吃的给你放冰箱里了，不然该坏。行了，那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别着急，你还没看我给你送的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呀？哎，跟我来。好漂亮啊！这不是我的旗袍吗？被你这么一弄，还真像艺术品啊！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现在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了。这个房间是我特意布置的。你看这装饰，我是在你推荐的一米店买的。如果你喜欢，我把它们送你。送我？嗯。我知道你现在住的房子，房东把它卖掉，你现在到处在找房子，而你那么喜欢玉清房，我就特意给你设计这件。你的意思是？要我搬过来跟你一起住？是的。不是不是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单纯的拼局。你不愿意吗？要我搬过来也可以，但是我要付给你房租。不用不用，我怎么能收你钱呢？我必须要给你，不然我就不搬了。你说了算。生气啦？没有。这是房间的钥匙，只有这一把。你可以安心住在这里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随便进来的，我保证。你过来。你离我近一点嘛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还是希望你能做我女朋友。我答应你。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多敷面膜，多补水，一起成为更加精致的女人吧，拜拜。
你好。你好，谢谢你送我的车队。小事一桩，你主持的很好，值得奖励。还是要谢谢你，你是第一个送我车队的人。是吗？那我也觉得很荣幸。观众才一万多，还好有那个叫什么希区萨特的给我送的，总算挽回一点面子，不然我也太丢人了吧。一万多人，一万多挺多了。哪里多了？我做街头采访那场直播，那足足有100多万观众呢。哦，那好吧，继续加油啊！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下一次你再做街头直播，我可以帮你摄像，还可以帮你拍照。亲爱的，你那么喜欢摄影，干嘛不试试看在西瓜视频上分享你的摄影作品啊？做个摄影达人，甚至可以开档节目。我看在上面有好多这样的签约创作者，粉丝都很多的。最关键的是，还可以赚钱呢。Come on, babe， 那是一个 show。我拍照是因为兴趣爱好，不是为了赚钱。这什么事情一旦跟钱没有关系，那基本就快灭亡了呀！况且能靠兴趣爱好赚钱多好呀。所以啊，我不反对努力赚钱啊。好吧。魏哲，晚上好。我一点都不想出门，他非得让我来你这儿，烦死了。别烦，别烦，